各位观众朋友，欢迎来到风水下下教。大家好，今天我要为大家介绍的是线上教育平台 Yota 跟夏金山文教基金会合作的灵妙风水大法宝风水线上时尚课程。风水要怎样时尚啦？线上实用课程，让你知道风水很实用，风水很实际，风水很实惠。是课程很实惠吧？美的风水 be with you。是 the force 吧？这个课呢，分成三个部分。第一 part 会介绍户外风水以及常见的几种煞型，第二 part 呢将会介绍居家风水，第三 part 是商用风水。其实风水就是气场，气场的流动与否间接会影响一个地方的生气。你看山脉上面分上阳坡跟背阳坡，如果背阳的话就可以买不求人。背不阳啦，讲风水啦。水就是财，有水就有财。当我们打电动打到怪的时候，它就会喷钱出来，所以我们就会用一个成语来形容这样的事件，就是水流如注。血流如注吧。在风水当中，煞就是破气。户外环境常见有很多种煞，例如说白虎煞啦、刀锋煞啦、天地煞啦，这个煞那个煞。中国古树当中，老祖宗把山脉当作是龙，古传四派，其中摸金一派有寻龙诀，所以懂风水，你大概就可以判定要去哪里比较有机会挖到古墓。盗墓笔记嘛，也可以找到比较适合居住的房子。跟山有关的有骑龙、顺骑龙、横骑龙等等好的地形。那如果没有山的话，也是不错的，因为就是无骑龙。不是吧？各位观众朋友，应该对课程有点概念了。那可以推荐大家到 Yota 来看看风水课程到底是不是这么神那么神，超级神，港台最佳手机游戏。那就请大家前往 Yota 看看这门实用风水课程吧。